一直以来不爱洗头出名的杨丞琳，近日在网络上抛出运动完的照片，写下运动完同学问我，你今天洗头吗？我说吹干呐。文章底下还特别标注，怎么了吗？我不轻易洗头，因为我是香头琳。这不洗头的程度，就连应采儿都忍不住留言呐。只是咱们丞琳可是很有自信的回说，她很香不油，就连帮我洗头的人都认证。虽然是这样说，但还是有粉丝忍不住跳出来问，到底何时才会臭到要洗头啊？她表示，可能要3次运动加2次麻辣锅的程度，我才甘愿。还有人搞笑留言，要每天一问丞琳洗头没。好了啦，丞琳都说自己是香头琳了，大家就放过她一马吧。喜欢的人不嫌弃才是重点呐，人家荣浩哥哥都没说话了。